小朋友在台上大跳巨烟舞，大人们也一起跳戒烟有氧运动，强化体能并宣导烟品对健康的危害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友善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只是室内不吸烟，在户外的这个区域哈，不管是员工上班进出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企业的合作伙伴来洽工，或者是来送货卸货，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无烟清新的好空气，那就可以赚到好健康。就是鼓励大家追求健康。安乐区卫生所结合创维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内寮里里办公处共同办理营造职场无烟环境活动。我们创维精密很早就开始就鼓励同仁不要抽烟，那室内早就在10年以前这个场地就是不抽烟了，那现在已经又开始鼓励大家不要在室外抽烟。我们支持这个活动，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每个同事，我们每个市民都是健康快乐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健康快乐。内寮里长现身说法，现在会戒烟哦，我相信大家也快戒烟，像我嘴气就较白，身体较健康。像创维哦，对我们社区哦很照顾，帮助我们社区很多。感谢创维公司照顾邻里，安乐区长简义哲特别感谢。不吸烟，不吸烟，全家健康真幸福。一手烟、二手烟、三手烟都将危害健康，希望大家支持营造无烟职场，共同维护社区与职场拥有干净清晰的空气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